少女时代在5号迎接出道14周年，秀英特别制作蛋糕庆祝，并在文中写下与 So Long 的第14年航行中生日快乐。润儿留言表示做得很漂亮耶，随后也转发贴文，而 Tiffany 泰妍随后也都跟上分享，而 Sunny 跟校园晒出粉丝送的公仔组合来欢庆周年，余力则是发文幽默表示太困了，所以等不到12点，忙内徐玄也不忘这重要的日子来庆祝出道14周年，看到这些发文更是酷饭老粉们纷纷直呼姐姐们都还在啊。日前就有消息指出少女时代将完整体出演刘在熙的节目，虽然时间尚未证实，但大家就一起坐等好消息吧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